八块钱收16万，他所有家底的几辈子了，家底都搁这，他就装个铁桶里头的，然后装个破衣服里头的，他连衣服正好衣服卖的，他不知道呀。当时钱是从这里拔出来的，40万4000块钱走，2000块，不真的，你还得写。